大家好，我是库玛。今天要说的奇案是美国山姆从美国飞回台湾挑选四个妹子的故事。哦，是美国山姆飞回台湾重金选配眼镜的故事，因为价格有五位数，让我好奇的想一窥究竟。那我们就看下去吧。山姆哥，可以请你说明一下特地从美国飞回台湾配眼镜的原因吗？宣传一下，这个整眼镜特别从美国来配，因为这个老板跟老板非常热情，然后非常专业，所以我就一定要特别来看一下。然后今天就来顺便一起来挑眼镜，现在是要四选一，对，第一部 B Plus UI 这个牌子啊，出了蛮新的。第二部就是雾面的，就是雾面，雾面都是旁边的这八角，我们就直接看有哪四副吧。在山姆哥选择眼镜前，库玛先来挑一下眼镜。你们仔细看眼睛这个地方，有没有？这个地方直接勾住，而且这个地方更明显。所以说，我们发现它真的要拉哦，你拉你拉不拉动哦。嗯，这样比较好。对啊，这样比较比较不会滑下来。这样比较稳。平常如果骑车的时候，这个后面不能坐坐，因为它后面顶住安全帽就在往。对对吧？要把它转进来一点就对，要更服帖一点点。国伟哥细心调整，为了哭嘛，天生耳朵不一样高。对啊，每个人都有不同高低。来，看这个地方，有没有耳朵是有什么的？有啊，嗯，其实这样很明显，是，对，这样够。你舒服一点了吗？啊，比较紧一点吗？比较不会往下掉。而且你只要不会有那种所谓的恐惧感，还会不时会掉那种感觉。国伟哥非常的耐心热情，真的是谢谢。等下要选哪一个？对。要戴上来，这个这边会有破，所以必须把这个调到这里。嗯、这个本来是一层，嗯，这个是蛮特殊的一个热缩套，所以到时候我再帮你加另外一层，它的受力就会再更平均一点。好，国伟哥特别帮我加了一个热缩套，多一层热缩套，让我比较服帖，所以这样它后面比较不会那么，因为受力面积变大了嘛，就才会那么不爽。这个贴住啊，要不然其实这边也是，这边更好。嗯，谢谢。所以接住。那我们就讲说，我们现在试动一下。嗯，嗨。对，不太会动，它是几乎在这个地方。很好，很好。这蛮像那柯南眼镜。我真相只有一个。这个小动物面积，像这个地方，我们就把它做成舒压的，就是看近的就能够接受。嗯，然后度数是渐层。对，假设我们来找一些这个很小的字，好了，这些英文字母，对对对，什么什么 power， 这个其实很特别哦。我们把它拿到看不到之后，你看为什么？看就很近哦。你可以试试。因为下面是减压。对，没错。对，比如说这样近，这样直视，我就觉得有点压力，所以我这样子，因为度数比较浅，所以比较舒服，就不要看。就特别可以玩手机啊，像。像库玛玩手机啊，大家七龙珠很顺，怎么样？玩手机持久力比较长啊。观众朋友，如果你想玩手机，新买这一副，帮你玩到了，玩到天荒地老。我要照顾那个，王琦哥。哎，王琦，你是我的眼哦，酷啊酷啊。那可以看一下最先后面的，你看到？其实还蛮清楚的。就太阳很大的时候，你就变这样。对。好酷哦，是不是？来搭一下肩啊！搭肩，没有人家搭肩，那个你是我演啊，搭肩，没有人家搭肩，就是手指这样子，在扶着我走路啊。会啊。好慢，那等下来给他东西。OK， 没问题，谢谢。就这个了。那你要用眼镜说再见。跟大家说再见。用眼镜说拜拜。拜拜。通话接小龙眼镜找国伟哥。拜。下次各位如果要找国伟哥配眼镜，记得旁边要录掉。你的新眼镜的盒子。对。大家，你刚刚去美国拜过的。获得一个，我是觉得放进去稍微紧一点，还好，真的硬，很漂亮，很可爱。哦，关起来，好，努力吧。对啊，很可爱。戴好之后，灯比较顺。嗯，其实这样，其实大家刚刚。